Everybody， 我是战神瑞瑞。哇，很久没有动我的 camera 了，至少有回撤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Sorry 啊，最近太忙了，新年又忙，然后自己有东西做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个 Q&A 我换这个新的材料，叫做拍胸口问自己。OK， 所以现在我要做一个这个 Q&A， 不过我先讲一声，我要感谢我朋友，就是这个名字之力。哎，你们不要轻骚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讲他名字就可以了，帮我抓这个 camera， 所以等一下我会等他。OK， 为什么整这样久呢？就是这位了。我的 camera 呢也是帮我拍我的 MV。你现在半个 floor 的啊，半个 floor， 半个 Q&A。到现在正式 action。耶耶耶！让我听听你们心声。我不会骑马，但是车前面有马。由于价钱太高，所以暂时买一个 Honda CB， 让我生活提高。马来西亚有很多美食，那些都嘛，包括德拉沙和鸡饭，但是我最爱吃咕噜肉，感觉酸酸甜甜，让你心里甜甜。全世界有195个国家，我最喜欢有趣特色的国家当然是日本呀。美美动画、麻花鸡，满街满街看不完，超想在日本玩一辈子，跟你们嗨翻一辈子。2020新的年开始，从100开始，希望你们继续喜欢我的视频，天天观看我的视频，希望订阅能够将快到达 1K， 我就一切都 OK。生活发生很多种，奢侈、休闲、简单，还有很一种。当然是我的理想生活是简单，但我的头脑不简单。我的艺术细胞很宽广，不管是 C-pop、K-pop、J-pop 都是能够欣赏就有。感谢你喜欢我的陷阱二诊，陷阱二诊这个事情需要看天时地利而人和才能整到人。这里我会努力各个战友们，将笑到开花的哦，还请你多多体谅等待的哦。这都有很多景点，但是我最喜欢是 Free， 因为城市休闲快节奏下，能够大自然怀抱下能够放松。谢谢你的关心，关于几十交个女朋友，这个要看你或老天爷，快快交给我一个，赶快就介绍我一个吧。我最想和彤彤合作，因为彤彤美丽又可爱，她的做法想得通，我的做法可能懂。Yeah， 你们听到我的心声啊？嘿哟 bro， 真的非常感谢我的 camera man。如果有看到 Q&A 这出现那个 link 的话，你记得 share 给你朋友看，让我的频道增加。好了，影片到尾尾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无敌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。如果你看到订阅，你也按下去。如果你忘记我的名片，记得按那个门铃。放心，这个五个笨都不会咬人了。如果他真的咬你，是你跟我讲，我就陪他一起唱我的 rap Q&A， 没有开玩笑吧？好了，等到我们新闻了，拜。